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三爷，好久不见。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今天这个 video 是为了 unbox 一个麦，一个无线麦，就是这个 Boya。声音这么鬼啊，一直有卡痰，就是这个娇小玲珑的神器 Boya BYWM3D。为什么我会买这个麦呢？是因为我看到封面有两个东西，我就以为有两个麦，因为我想要本来买这个麦来做 interview section 的，两个人不同位置，两个麦嘛就方便做事。结果买回来原来只是一个麦罢了，这个是 receiver， 这个是 transmitter。但是不用紧，今天我们一起来试下这个麦的 quality 到底靠不靠谱。首先呢，打开这个 box， 你又看到一个 box 叫插针 box， 然后这是切风用的，放在麦的，这是插针啊，是一个 plug， Type C 的插针 ，plug 进去插就可以插你的插针 box 了。然后打开你的插针 box， 你又看到几样东西了，这是 receiver 啊，很重要这个东西，然后这是麦来的，你要讲用你的麦呢，首先你要用这个 iOS 的 plug， OK， 放去你 receiver， 然后插去你的 iPhone， OK， 那个麦就可以用了。同时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插去你电脑或者你的camera， 你的麦也就可以用了。然后这个东西呢是 avoid 那个 pop 的声音的。来 ，OK， 首先盒子打开过后呢是空了，为什么？因为我拿出来啊，我已经开始用了。因为我不用呢，我就不知道它好不好用吧。还有给这个插件咯 ，OK， 如果你的麦没有电了，你要怎样插呢？很简单，打开你的 casing box， 把你的麦放回去这个格子里面，再关闭啊，它就会插掉啊，是不是很方便呢？我是觉得很方便的。如果你是用 camera 啊 ，or anything， 你都可以用这个转换器插进去你的 camera 来做这个来拍 video 啦。那像这个毛有什么用呢？这个毛就是你在外面拍 video 的时候呢，那种风切声呢是可以割掉的。OK， 这个毛是这样子用的。然后呢，现在我就来试一下 apply 这个麦跟没有 apply 这个麦的分别。好，来洗背一起。OK， 我现在用这个麦慢慢的走上去，那看一下那个收音是怎样啊。好，来 ，mic testing， mic testing， 听得清楚没有啊？哦，根本来不及。Yeah, yeah. 我现在走去我的厕所 test 一下啊。OK， 你的地方 stay 在那边，你开门了。我走去厕所看听到没有啊？开水。Oh, 根本忍不住，颠覆了。OK， 好，就到现在。OK， 现在我就没有盖麦的情况之下走上去再讲，因为我刚才讲过的东西。Mic testing， mic testing， 虽然现在没有 mic， 就用这个自己 iPhone 的 built in 的 mic， 哦，根本拉不住，电不在努力。OK， 现在我去厕所啊，看你听到没有啊？没有 mic 的情况是这样。讲真呢，这个麦我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这个麦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我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以为是两个嘛，结果是一个。但是它出来的 outcome 呢是非常的 impressive， 的因为它收音是非常的漂亮。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麦呢，那你自己去找，开玩笑，我就把那个 link 呢放在下面，你自己去找啊，很容易罢了啦。如果你是 iOS， 你就买 iOS 版本；你是 Type C， 你就买 Type C 的版本。就这样子啦，朋友们，这个 video 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果你很想要拍 video 的话，这个麦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非常的美的收音，一定。不会后悔啊！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不如点赞、分享，并且打开里面的小铃铛。还有，记得我们最近有卖年饼，如果你很想要买年饼的话，你也可以 contact 我啊。我们的朋友是亚洛古迪，谢谢你收看，拜拜。买砖致富的研究不会迷路，市场上很多老师教你怎样做 complex 的，我们要。